心沉默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烦恼里多难受。虽然很痛，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没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躯干做盖棺，火葬渐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倒是恶火。每夜散落残影，血肉祭祀重生，让你步向痛苦，满身伤痕，眼眸里没情感，已抹去泪痕，不再受困，心已勾破断魂。好，欢迎收睇今集嘅灵异村，由村长同大家主持灵异节目嘅时间啦。同样今日嘅节目内容非常精彩，我尽快开始先得啦，我唔讲废话啦。今日咧要一开始就同大家讲嘅咧，因为我准备得太多，我又发觉咧我太长气，有时讲唔晒。好啦，嗱，今次咧想同大家讲咧空难。你哋系咪成日都听到？喂，成日都间唔时听下镬空难。但我今日同大家讲咧，系一个幽灵客机。呢一个咧，我以前就冇讲过嘅，系啦，因为你都会系咪又讲马航啊嗰啲？唔系，今次系想讲咧喺2005年咧希腊嘅一个太阳神522空难。呢一架幽灵客机咧，当时发生咩事咧？嗱，你会发觉咧，伊藤润二嘅漫画都用过呢一个桥段噶。点解咧？因为呢单嘢当时系好出名嘅。就是说有一架战机当时就飞去万米高空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架太阳神的客机，太阳神是那个航空公司的名字，所以那个飞机的壳有那个 logo， 太阳神的那个。当时他就在旁边一起拍齐飞过的时候，那天他觉得这个客机有点奇怪的。他们这个战机飞过的时候，从窗装入去嗰啲乘客嘅位置咧，就發覺個個咧都昏迷咗個頭，係咁樣耷低嘅。咁佢最初就見到喺側邊拍住喵咁飛過嘅時候咧，側邊個個都個頭耷耷啦。咁啊好啦，就再飛到去頭嘅部分，就嘗試聯絡嗰個機長啦，睇下佢有問題，因為佢發覺呢架飛機咧係飛機有啲異常。咁去到機長嘅位置咧，就发觉咧机长嘅位置系冇人嘅，但系副驾驶个机长咧就晕低咗。咁喺当时咧，战斗机咧就马上咧就系向佢哋上级嘅飞行就报告嘅情况，就系话：咦，我系发现咗咧有一架咧太阳神嘅522客机咧
发现咗个太阳神客机咧，上面所有乘客咧就似喺呢个昏迷状态，而且咧冇咗机长，副机长亦都系昏迷状态嘅。咁就喺呢个时候咧，一路报告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咧就走咗一个男人，就即刻咧呢个男人嘅衫系着住普通嘅衫，就唔系制服，所以一睇咧就知佢系乘客嚟嘅。就走咗上前咧，就坐低，然后咧就戴上咗嗰个 headset， 系啦，然后就尝试控制呢架飞机。咁好明显咧，就系咧，当时佢就知道，咦，这个乘客咧尝试想挽救呢架飞机，呢架飞机咧已经处于所有人都系昏迷嘅状态啦。咁但系咧，啱啱咧嗰个战机上面嘅人咧，尝试想睇下可唔可以联络到飞机上面，一见佢戴咗 headset 啊嘛。想尝试联络佢，可唔可以同佢联络架机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就见到呢架飞机咧就急速下坠。咁啊，架战机就已经心谂，哎呀，濑嘢啦，佢急速下坠啦。咁啊，于是尝试就跟住佢尾啦，就睇住佢咧，就当时咧就猪好似一只咧大鸟，砰一声跌落去咁样咧，就拍落去，直情拍咗落个山又爆咗。即系话你下坠咧，你形容佢。你形容佢又唔系咁样跌，佢系咁样急降，跟住然后咧就撞落个山度就爆咗啦。可以话系希腊史上咧最严重嘅一次空难，太阳神航空522航班事件咧，呢、这个喺当时咧历史上边咧亦都系好有名嘅，欧洲史上面咧最惨重嘅一次嘅空难离奇事件。系啦，你会见到依家个情况就系、是，如果战机望到里边咧啲人咧就系咁嘅情况。其实啲人咧嗰阵时系有带到，有啲人有带到，可能已经带唔切啦。但系全部咧都已经系进入咗呢个昏迷状态噶啦。咁啊，当然啦，大家都会问，咁究竟佢喺飞机入边系发生咗咩事？点解短短咁短嘅时间，只系几个钟头，架飞机所有人都昏迷晒，同埋就撞咗山嘅咧？嗱，可以从呢件事件咧借镜咧，我哋尝试咧睇下其他我哋曾经讲过好灵妖奇怪嘅空难，会唔会都系有啲？即攞到啲眉目啊，都系咁啊。好啦，究竟咧嗰阵时发生咩事咧？首先呢架航空咧嘅飞机咧系失咗联络嘅，失事嘅飞机咧系属于一架波音737客机。当时咧，其实喺架飞机上咗上空，去到某一啲位咧就已经失咗联络，系啦，即就已经咧系同地上边嘅主动联络嗰啲塔嘅联系咧就已经失咗。其实最初一直咧嗰、那个。机长咧系有同个客咧，有同嗰啲嘅部门咧系倾住偈。佢倾偈嘅原因咧就系话喺空中盘旋嘅时候咧，就系佢哋猜测到咧，就系、是、可能有啲零件上面咧有少少嘅好少好少嘅问题。嗱，点解一定要追查呢？因为佢有啲人咧就会话呢、这个唔系意外，会唔会系有人咧劫机咧？因为冲上去前头无啦啦坐咗机长个位嗰条友又系乜水嘛？咁啊，所以咧就佢哋首先一定要查究竟发生咩事，点解呢架客机幽灵客机会无啦啦撞啊嘛？急撞500米，铲咗下500米先停得落嚟，全机人全部罹难，冇一个生还者。飞机上边咧，当时咧嗱，我都有张相咧，个飞机撞咗之后咩样嘅？系啊，系你谂下碎到咁，系冇一个人生还。咁你知唔知几难查呢单嘢？佢哋要攞翻个飞行黑盒出嚟啦，又要睇翻当时嘅情况啦，同埋喺佢失联之前咧，究竟系同地面讲过啲咩啦？当时咧撞咗呢架飞机咧。因为佢着火爆啊嘛，要出动到35架消防车去救，你谂下几咁癫啦！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有生还者，都系好渺茫噶。咁啊，当时6名机组人员同埋空中乘客有121个咧，全部无一幸免，全部都过咗身。2.1机长嘅行为就系呢架飞机啦，就系好明显咧，就系个机长唔见咗人啦。咁又有一个唔识嘅人坐咗佢个位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要靠咧呢个飞行黑盒咧，就系睇下嗰啲工作人员嘅对话情况，然后咧就系去调查下，其实喺呢个出事之前，啱啱咧发生咗咩事？其实原来咧呢一架航班咧系曾经咧有系统暗示过，系啦个系统响过咧，就系话有啲零件咧就出现咗一啲问题嘅。机长咧亦都系一个咧非常老经验嘅一个德国籍嘅驾驶员，即系佢嘅飞行经验系非常之好噶。咁啊，当时咧就系、是、太阳神航空咧，其实咧，
就啲飛機咧都係成日都有小問題嘅。咁我陣間 part two 咧，我就講俾你哋聽咧啲航空嘅一啲少少嘅嘢啦嚇。咁佢當時咧就係咧就係同一啲嘗試就係同一啲工程師咧就係聯絡傾翻。咁但係因為咧唔知係咪佢口音嘅問題，因為佢德國人嚟噶嘛。咁啊，同嗰啲工程師咧，就好似溝通上咧，有少少咧唔係好協調，有啲問題。咁啊，嗰個飛機咧就係咧有個警報系統響咗。咁呢個警報系統咧就係話咧當中咧就係咧有啲温度咧就上升咗，係啦，嗰啲零件有啲問題就上升咗，咁啊令到機艙入邊咧就越嚟越熱。應該就係系統，應該就係個空調系統啊出咗故障。咁但係咧嗰個。個飛機師咧就覺得咧就係、是，可能因為呢架飛機咧就啱啱先維修完，就係、是、嗰個冷氣嘅問題，所以佢就覺得咧，就算因為我已經大維修咗呢個問題啦，之前就算依家飛到上空咧再出現嘅問題，咁我都冇辦法噶，咁可能只係一啲小故障、小問題，又或者咧係咧個警報系統咧係未整翻好，係啦，仲係以為嗰個問題未處理咗，所以機長咧。就是当个警报系统响，佢又同翻地面联络嘅时候咧，佢就冇正面回答到呢样嘢，佢就只系话我应该系冇乜问题嘅啫咁样。咁啊好啦，但系咧讲讲下咧，地面上面同佢联络嘅人咧，就开始就觉得，咦唔系喎，呢个机师咧，好似咧唔系净系口音嘅问题，佢开始自言自语咧，怪怪地。原来咧，可能嗰阵时因为零件嘅故障问题咧，气温上升啦，就令到啲人咧开始咧就系、是、出现咗呢啲咧有少少昏迷、半昏迷嘅状态。所以呢个机师讲嘢后屘讲到咧，好似一嚿嘢咁，跟住就晕咗啦。好啦，咁啊，咁、那个应该咧就系讲呢条友嘅机，咁你知机师系有两个噶嘛，你唔系一个噶嘛，咁啊另一个咧。就尝试就走出去咧，就睇下出边发生咩事啦。诶，唔对路喎、啊，咁样就尝试出去即系睇发生咩，睇机组人员啦，各方面啦。点知咧就出到去咧，就都已经咧系发觉咧，全部人咧都已经系昏迷晒。系啦，原来嗰个氧气罩，因为出咗警报系统咧，会跌嗰个氧气罩落嚟噶嘛。有啲人就有戴，有啲人就冇戴。咁啊，机组人员自己坐喺位度咧，都已经晕咗啦。原来咧系个飞机上边咧嗰啲加压装置啊 ，key card 所有嘢咧都出现咗问题。咁啊，想尝试咧就想用手动咧，但系都已经嚟唔切啦。系啦，即系可能自己都晕埋啦咁样。咁啊喺机舱里边，当时嘅温度咧就去到好高，好明显咧喺呢个咧嘅室压室压缺氧啊，好多人都，所以咧室压缺氧咧亦都会令到人咧有一种咧精神异常嘅状态。所以点解后屘咧同嗰个台咧讲嘢嘅时候咧，讲到自己都语无伦次，咁啊晕咗啦。好啦，机长咧系冇意识咁陷入咗呢个缺氧状态，大脑咧就做出咗啲反应，就令到佢咧即系要即系昏迷咗先啦，眼睛咧亦都开始咧唔 work 啦，所以咧佢后屘咧亦都冇办法咧再为个飞机服务，因为佢已经冇办法正常喺服务到啦。好啦，其实架飞机当时系 set 咗一个自动系统嘅。但因为飞机嗰个机师已经失去咗呢个意识，咁啊个个全组机组嘅人员咧都喺呢个缺氧状态里边咧晕鬼咗。咁我即使你大佬，你就算你自动飞行模式，咁但系都需要人控制啊，落机啊，即系降落其他嘢。而且咧主驾驶位一直都腾空，因为其中一个机师想出去睇咩事嘅时候，哎呀行开咗，出边都晕埋啦。咁好啦，你会问？唔系、哦，村长，头先你咪话有条友着住乘客衫入去嘅。嗱，呢一个人咧系咩人呢？咁啊，后屘调查人员咧就经过咧攞呢个指纹咧，就系睇呢个人咧系属于咧一个咧男嘅乘客嚟嘅。但系呢个男乘客咧，佢系同佢嘅女朋友一齐坐呢班机，但系佢哋并唔系普通人嚟嘅。原来佢哋咧系咧。有呢个嘅飞机执照啊，但系好可惜咧，就佢哋当时咧嘅飞机执照咧，就系一啲普通嘅私人飞机执照，就并唔系大型波音737客机嘅飞机，即系佢唔系揸呢啲飞机，佢揸私人飞机，
相信咧就系因为呢个男人咧，佢系有飞机执照，佢亦都咧系受过专业嘅飞行员训练，所以咧佢嘅体能系非常之好。佢发觉有唔对劲之后咧，就尝试咧就去呢个飞机嘅位置咧，就抢救呢架飞机。所以一坐低咧，佢识得咧就戴个 headset， 即系知道要联络，尝试去联络。咁佢当时咧就将个自动飞行的系统删咗，就尝试咧就挽救翻，拎翻个手掣出嚟咧，就尝试咧就控制翻个高度啦。点知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啱啱咧隔篱咧嗰个战机咧就飞过喺隔篱，就系、是、见到呢个情况想同佢联络，好唔好彩？佢做到呢一步嘅时候，佢研究紧部飞机点揸嘅时候咧，嗰架飞机啱啱冇油啊！咁啊，啱啱咧啲油咧就已经耗尽咗，咁所以咧就佢尝试控制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即系控制唔切啦。咁个飞机咧就已经急降猪咁样，咁就嘣啦就爆啦，发生咗呢个意外啦。咁成个件事咧，你问我咧最灵异、最恐怖个 part 系咩咧？就系、是、当架战机飞起侧边，架飞机追住呢一架幽灵客机嘅时候咧，全部人咧都系昏迷状态。无论你做乜嘢咧，你都救唔到佢，你自己都喺高空上边。你见到有一个英雄去上去，系尝试救到架飞机，但系咧，点知命运注定咗你嘅飞机冇油，所以咧，就算佢尝试去救佢，即使佢系一个专业嘅飞行员，其实可能俾啲时间去研究，佢会研究到啊，但系都冇办法，就已经撞咗，就成为咗咧当时咧。最一个好出名嘅一个空难，即系一个好惨、好悲痛嘅一个空难。咁啊，当时咧太阳神呢一个嘅品牌咧，系一间好细嘅航空公司，对佢哋嘅打击当然好大啦，因为对佢哋影响好大，赔偿亦都好大。好多受害嘅家属咧，亦都唔系你赔钱俾佢咧就 O K 嘅，因为咧当时咧机上面你谂下百几人，咁你谂下几多个家庭俾佢拆散咗，咁啊。在一座简单的纪念台那里呢，就安置了很多即家人一起，即很多的家属一起呢，就悼念着他们的亲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刚才见到张相的啦，架飞机的遗骸即炸得那么紧要，有很多尸体执不回来，找不回来。所以他们变成在一个大型活动上面呢，就一同纪念了这些人。当然有找到遗骸的就找到啦，有些不一定找到的嘛。咁所以咧呢一件事咧，亦都系咧喺空难史上边咧一件咧好恐怖嘅一个空难。如果从呢个借镜嚟讲咧，咁其实有好多咧，即系发生咗空难嘅飞机，如果佢冇遇到嗰架战机，又唔系跌落山，而系跌咗落海打捞针唔见咗咧，咁都系有可能嘅，系啦。咁所以过往咧，可能咧有好多空难咧都有类似咁经历，包括咧。以前咧，百慕达三角洲可能好多嘅空难咧，都系出现咗类似啲咁嘅情况，都未定嘅。咁啊好啦，今日咧个 topic 咧，主要都系讲空难上边嘅古怪嘢。除咗呢一个太阳神之外咧，另外咧其实咧都仲有另外一个咧空难咧，都系好特别嘅。喺70年代1972年嘅11月29日咧，东方航空咧都出现过咧一个。离奇的空难的如果你问呢拍电影来讲呢，其实都几多电影呢借这个题材来拍过的。因为这个奇怪的空难呢是由一个灯胆一个引起的。根据呢当时来讲呢，其实飞行和机组人员呢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即是不是初哥来的，是丰富的，是专业的。那究竟发生什么灵异事件呢？就是讲回那时候呢，就是那个灯胆事件，东方航空航班401号，那其实就是从纽约的皇后区飞去肯亚，飞往迈阿密。咁啊，當時咧401號航機咧，嗰、那個機長咧就係55歲，咁佢咧就已經係非常經驗豐富嘅一個機長嚟噶啦。副機長啊39歲，有5800個小時飛行嘅經驗啦。咁啊，仲有一個飛行工程師嘅，咁佢啲飛行工程師咧，亦都係飛咗10000幾個鐘頭啊。咁所以其實佢哋三個都係經驗豐富啦，絕對冇初哥喺上邊。咁呢部客機咧，佢有個花朵，簡稱就係三星客機。當時咧搭嘅乘客咧就163人，然後咧機組人員咧係13個人嘅。
咁啊，经过飞咗上去咧，差唔多飞咗两个钟头到啦。咁佢开始就要进入呢个迈阿密嘅机场。就喺呢个时候咧，副机长咧就注意到咧，落机架嗰个位咧就冇显示灯，即系落个碌落嚟咧，放个碌落嚟要降落咧，冇着灯。咁啊，即系咁你唔着灯，我唔知道放唔放到个碌落嚟噶嘛。咁你嗱，我系依家咧搭飞机咧。未有个 mon 嘅，未有睇到降落嘅情况嘅，嗰阵时冇嘅、哦，咁你冇着灯，我落唔到碌，我降落唔到，好大镬噶，咁我几惨落地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是、因为呢一样嘢咧，就令到当时出咗故障咧，就令到佢哋咧就要爬升翻，哎，我见唔到落碌个灯、哦，爬升翻去上边啦，系咪先？咁我落唔到嚟，我就要升翻上去啦，嗱嗱声。一咁大飞机又低飞，咪炒晒树、炒晒啲楼唔得噶嘛？咁啊，于是咧就要爬升翻上去啦。就喺呢度咧，佢哋咧就透过咧，即系要派啲工程人员咧，就落翻个机嘅底，即系底部啦，唔系伸个头出去，即系去 check 下，系啦，有冇譬如可唔可以维修一下，系咪个指示灯啊，系咪松咗啲咔啦咔啦嘢啦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咁你飞翻上去就要就几分钟嘅时间咧，咁工程师咧就落去咧就话咧，咦下边咧就居然咧系着咗个警示灯、哦，咁佢就是工程师嚟噶嘛，咁佢梗系要咦警示灯着咗、哦，咁佢梗系更加小心啦，就落去尝试下修复一下，咁、那个警示灯同埋嗰个落碌个灯系做乜鬼嘢坏咗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维修嘅时候咧。咁架飛機嘗試都要慢飛，唔可以嘥曬啲油啦，就俾時間佢維修噶嘛。到咗佢上升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咁佢就要慢慢，即係佢啲升升降降周圍碌下碌下喺度徘徊嘅時候咧，呢樣嘢我發生過噶啦，我都好危險嗰次。咁佢就會問啦，咦，副機長就問我哋而家係咪升翻上2000尺高空啊？咁。居然咧，就系、是、咧个机长就话吓、啊，究竟发生咩事？突然之间咧，同佢嘅对话咧系九唔搭八、哦，系啊，头先落唔到碌啊嘛，我突然间唔系升翻上去咩咁样？然后就突然之间咧，呢架飞机咧就撞毁咗啦。咁呢个咧系个飞行黑盒嗰个听翻出嚟嘅，就系、是、有一个工程师落咗去维修，就搞呢啲咁样嘅嘢嘅时候咧。就副机师突然之间弹咗一句，咁我哋咪上升咗，跟住个机长就话吓、啊、你讲咩话咁，跟住咧就爆咗，咁啊，所以令到呢件事咧就非常之匪夷所思啦。咁如果你咁讲，咁副机师问吓、啊、我哋而家咪升翻上2000尺高空啊，咁就即系机师升翻上2000尺高空啦，系咪先？咁话吓你讲咩话？你吓、啊、你讲紧乜嘢啊？咁即系唔系佢做咯？咁两个位。两个都是揸飞机位啦，系咪先？即系一个就是有咩紧急事帮手，一个就是负责掌舵嗰个人。你又话唔系升上2000尺高空，佢又话吓、啊、你讲乜嘢唔关事，但系架飞机升咗上去噶嘛，喺度徘徊紧噶嘛。所以咧，当时咧听翻个黑盒嘅时候咧，就觉得咦，点解佢哋讲嘢咁奇怪嘅？系咪当时发生咗啲灵异嘅事件呢？其实系咪唔系佢哋控制住架飞机，架飞机自己有啲咩古灵精怪嘢呢？咁好啦，原来咧其他乘客咧仲未登机嘅时候咧，都有发生过一啲怪事嘅。当时咧就系、是、咧有一个空中服务员咧就话咧喺飞机夜晚嘅时候咧就见过嗱啲乘客未登机啦，咁嗰阵时系夜晚啦。咁佢见过机长咧，就系同对住空气咧，就喺度自言自语喺度讲嘢。好啦，咁啊，然后咧，当呢个空姐入去，即系可能系即系我可能问啊 ，captain， 你系咪有嘢需要我可以叫啲乘客登机未啊？咁可能系呢啲问题啦。个 captain 先突然间醒翻，好似吓亲咁样，同个空姐讲：吓，你讲咩话咁样？然后先顿时之间正常翻咧，就正常同人对话。佢本来之前一直咧就系同住空气咧。就是、自言自语的，他这个行为呢就吓亲这个空姐、哦、就这个空姐呢就即刻呢就跟其他机组人员说，我觉得 Captain 今天是不是即 有什么情况呢，不是很适合揸这个飞机呢，其他人就八卦什么事，他就八了出来，我见到他在自言自语在说话、啊、这样今天 这班飞机是不是应该取消呢，当然他是没有资格去取消呢个飞机啦，佢只空姐啫嘛。
咁但系咧，佢咁样讲一讲呢个八卦咧，就即刻咧呢个八卦就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咗开去先啦。咁所以话咧，发生空难之前咧，呢、這个机长咧系曾经咧系同过唔知边个讲嘢嘅。好啦，仲有啦，就系咧喺呢个乘客当中咧，就系咧有一个老人家，佢系曾经咧系着住成套嘅制服。咁系啦，有个老人家着住成套嘅制服，而呢一样嘢咧。就是一个老太太的乘客和一个空姐同时都见到这个男人是穿着全身很专业的制服是坐在乘客的位置的。但是后来呢当飞机呢差不多要起飞之前呢那这个空姐呢就是跟那些有一些八卦的就跟些同事说就说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乘客他做什么呢他穿到整个机师这样即穿到整个很有型的机师这样。成个制服嚟相机喎，咁样，但系居然咧，其他同事就冇啊，边度有啊，咁样。当时呢个空姐就觉得好神奇，咩啊，坐嗰度嗰个位嗰个，咁就同个同事八卦一齐睇啦。点知佢先发觉冇、啊，咁啲同事就话登机我哋都冇见过呢个人啊，冇见过，即系有咁嘅人、啊，你系咪眼花啊？佢就为咗证明自己唔系眼花。当时咧就系、是、同一个老太太都见到噶嘛，个老太太就同佢个老太太讲啊，头先嗰位先生喺咪度啊？咁啊老太太咧就照答呢两个空姐就话，头先见到佢喺度，啊依家我唔知佢去咗边，系 sorry 咁样，即系好轻咁大个啦。哦，我头先系见到佢，不过唔知。咁、那个空姐就已经好得戚咁同另一个空姐讲，嗱、啊、我都话噶啦，系真系有个咁嘅人啊嘛。咁但系呢个空姐咧又走去同其他人八卦啦，你知啦，即系。即系搭飞机嘅嘢就梗系咁噶啦，就个个都话系真系冇，点解会咁咧？有一个空姐见到，有个乘客都见到，但系咧系真系冇。咁啊后屘咧，咁啊你知啦，你虽然有十几个机组人员啫，咁但系有啲系做地勤，或者有啲嚟帮手，有啲系冇飞噶嘛，咁啊一传十，十传八噶嘛，会传开去。咁啊后屘咧就系、是、有人咧就话。其实呢开返个开内联可能睇一啲相呢其实会唔会呢係过往已故嘅机师係啦上咗呢个飞机即係呢个飞机上面呢就有灵异事件发生啦。好啦唔单止係啲空姐呢係遇过一啲呢奇怪嘅灵异情况即係话机长又同空气讲嘢空姐又见过一个灵异事件。佢哋话呢原来工程师呢都当时呢就係话啦工程师都话啦这架飞机呢是百分之百肯定呢所有的零件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当日呢也都相信呢这架飞机的灯是没可能即是那个落碌的灯是没可能会不着 是 OK 的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呢他们说见不到其实即如果你相信有鬼眼眼的话因为他们后来去调查就说这个灯是没问题嘛但是呢根据黑盒讲返听返啦或者是根据他们听返呢就是说这个航班呢就是当时是因为这个灯泡不着而引起意外的嘛。但他们后来就讲返完全是没不着完全是没问题。是啦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完全看不到这个灯不着他们的认为是看不到这个不着。好啦经过后来呢一番调查之后呢他们发觉呢这些灵异的东西都有个共通点的就是说呢可能呢这个飞机呢是不是一些呢有没有一些零件上面的疏忽所以呢就令到呢他们呢就是呢有这么多小问题因为这些一定要调查嘛一定要告上法庭的嘛。那么好了欲知后事如何呢我们要看 Part 2回来见 Part 2回来呢还有呢另外一个呢我哋成日睇电视剧集都有嘅人食人空难事件 ，part two 翻嚟精彩部分，我哋继续灵异探索。亲爱观众，系咪好想买罗永恒灵异村嘅节目呢方法好简单，冷静啊，听住咯。首先你喺我哋嘅网址登入嚟，咁你就要用 Facebook 或者 email 登入。登入咗之后你就要拣呢个嘅节目付费嘅方法。
咁然後咧，你喺購買節目入邊咧，只要揀我嘅節目啦，就係羅永恆靈異村三個月啦，唔好揀錯喎。阿 Jam 話明係揀錯咗，唔回水嘅。咁揀咗我哋嘅節目之後咧，你就可以選擇付費方法啦，分別咧你可以用 PayPal、Credit Card 或者銀行入數嘅。如果你係用 PayPal 或者 Credit Card 嘅話咧，咁基本上咧你一買咗咧就已經係即刻咧直接咧就已經可以隨時咧可以收聽我哋付費部分噶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用銀行入數嘅話咧，咁你就要 send 翻你個入數紙俾我哋，咁我哋咧就會幫你開通噶啦，係咪好簡單咧？咁仲唔即刻行動？